二宝，文明过来了。 按进去，我就不好挂了。他毒蛇倒无所谓。手有点，你多丢一台无所谓了。 娃娃在摸人，好像是过来救。 钻头都不用打了，好卡呀！什么情况？
挂佣兵，反正佣兵这反死人了。我术士还好打，因为是杰克，我不好了，还好有加速啊，5秒钟之后。
什么？ 我想省闪现，还不省一下？哎，这把省个锤子，早知道直接交了，省半天。 带了个红头盔。
不应该装。 是了。 喜欢卡西，喜欢卡西，那我压不过了，有点像秒修了。
娃娃既然在那边修，那本人肯定是在墓地摸好的。没见人。地窖喽，赶不上，太远了。准备他现在残血，打他一刀给他一个加速了。根基都没有，头锥吗？哇塞，走了两个电机还没吞进去。算了，亏了一匹，更亏，还不撞一下。哦，亏。
有机会。 赢了，这弹的哟。 谁要开局就狂修。 看一眼。 你都敢翻？还敢装吗？
这个人真的膨胀啊。他应该没球了，所以我把结石丢下来。算了，不丢了，让他自己下来吧。今天还能骗个自己。有点亏，太真实了，打他一刀就好了。还想骗我，吃过一次亏了。这个人就喜欢扯到一半放下来，扯到一半放下来。三连电机，还差一台。就是过来了，好像是不打人救啊。板子，假装过去要出一刀，